盘点泰哥搞笑日常，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老妈，快点，不打他们，没一点关注。哥，你过来呀、啊！老爸，我跟你说个事。滚！说什么事？我哥现在带着姐一起玩电脑了，你知道不？知道啊。能管管不？好。别管我们！姐，我一直给我哥借网瘾，我可没给你借网瘾啊。一天天的去尽量跟你弟先干，快点！你们又在玩电脑，就不怕我告诉老爸吗？不怕。老爸，你觉得我哥和我姐谁比较听话？你姐。为什么？你姐从小就知书达理，尊敬长辈。啊？就不怕我告诉老爸吗？不怕。你姐呢？不知道，打死我也不会出卖我姐的。等一下，今天老爸不在家，我不打扰你们玩电脑，我还做了丰盛的午饭给你们吃。呀，这叫丰盛啊！这样姐，你让我哥把我衣服洗了，我给你弄一个鸡腿。滚！啊！衣服洗好了没有？洗好了。是，把姐电脑关了。你有病啊！我怎么可能去关？我也给你整了一只鸡。哈！老弟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要相亲相爱。哎呀，说明天哪！再一个就是爱情。Thank you.